Alisa! Woohoo! Alisa! Ha ha!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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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 ha! Wow, pickle pickle! Lisa 就在我旁边，蓝 Lisa， 中文一点点，但是有蓝 Lisa 一名的即时表演，是给我一名的蓝 Lisa， 耶，谢谢，有没有紧张？中一名的，紧张，请假，请假，你准备多久了？这个表演？三天，三天，两个十二点，对对对。听说这次有带舞者，冷诶，单身史密达。那我们来期待一下蓝 Lisa 的表演呢。蓝 Lisa， 哇吼，哇，蓝 Lisa， 哈哈，哒 money， 哈哈，哇，屁股屁股，哎，哇。场内的嘉宾超级多的，因为这周是欢庆国庆的连假，所以有超多表演团体来到我们桃园棒球场。我们休息室电视就可以看到各种表演了。今天的开头嘉宾是林信宽，对他们这一次有参加杭州亚运3-3篮球，而且女孩也跟他合照喽。给你们看一个人，月儿竟然来到现场了。场上看到月儿了，没错。听说 Abby 等一下要办黄昏了，等一下要把我们的黄昏办的。没错没错，我心目中的那个黄昏，我等一下就要看到。拜托不要变成歪掉的黄昏，头昏啊，头昏。这是谁？黄昏吗？这是我的黄昏吗？我怎么觉得你长得跟我的黄昏不太一样？他在哪？发型不太一样，人家黄昏头发那么短，对，月儿好正啊，忘记剪头发，真的忘记剪头发了，这个黄昏的头发真是都先整理好这样子。月儿图来看一下近照，哦哟，太有趣了，间谍加加酒的角色。居然开始下雨了，是毛毛细雨，但是那个雨量有一点多，看我的刘海就知道开始在湿了。高国辉选手可能是本季最后一次在我们桃园主场了，连我们的大荧幕都在帮高国辉加油。现在飘雨，我刘海已经坏去了，怕我戴假发不怕，对，他现在
假发，他觉得头很温暖。然后我现在觉得超冷的，你知道吗？啊、超冷的，今天又冷又湿，这几天都是这样的状态。希望今天是可以顺利的把球赛打完，一定会的。上又来展开一局下半场。好正，比赛来到二局的上半部，帮参战的进攻。哇，太帅了！哇，因为的那个道具超像那个放针的，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像老人。来，现在虽然下着毛毛雪，但是我们还在继续加油。现在是二局。哦，天哪，木言帮我拿外套了，耶！我们今天穿情侣装，讲完自己尴尬就好。谢谢艾荣，谢谢。对，艾荣，我跟你借一下你的外套，谢谢你的温暖。上雷，上雷！上场打击第四分了，打击走起。
然后他已经咬过一个洞了，啊哈子啊哈子，四局的那个韩文怎么说？撒毁，撒毁，撒毁，一共撒毁，这是七局，撒毁，西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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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讲？我们学会了一句韩文了，四局撒毁，四分，为什么要这么大声？加油啊！我们一直在保持着很棒的优势，结果对方竟然放。
看一下正正的衣服是怎么样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. 天哪，太爆了吧。我也是爆的。哇。My god. 大橘大橘各位。加油啊，冲起来。